人生是各种身份的快速切换，唯一不变的是享受生活的节奏。他是我，我是他。我的音符从何而生？我觉得生命的诞生方式可以非常多元。他的旋律，我的共鸣。他是我，我是他。意在笔先，我说可不一定。他的字是一幅画。他是我，我是他。我常笑说我上班的时间很长，每个教会都希望可以留在孩子心里一辈子。他的目光和我一样，都是对学生的期望。他是我，我是他。花绽放了，成为美。我很庆幸可以让美凝结为艺术。他是我，我是他。